让他死，真的假的？啊，可是他看起来很正哎，让他死感觉太可惜了，一张便条纸，扭曲的思想，又是嗜好。从我进入这里之后，我觉得我成了魔王，好想过要带美娜来到我的王位，把她留在我身边，看看散布各地的幽灵。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行，虽然，所以我说了咒语，让影子把她带过来，这是在幻想世界，是不是？在幻想什么鬼东西啊？自己脑补剧情。我觉得我要救他，我不管，我就是任性。哥要救他，就要去保健室，是不是？好远哦，有点想要放弃了。算了，我就去保健室吧。你不要打手电筒了，危险！危险！这边走过去吧，还是打不开。靠，不要到上面。米纳克大嘛，头一直抖，因为他就是受伤了啊，失血过多，现在在颤抖啊，需要温暖，好不好？地方的美娜需要一点温热情的拥抱，哦，热情的拥抱。这大叔还在这里，我们有没有捡到一些补血有价值的东西啊？全部都是恢复体力，到底是能干嘛？真的蛮占空间的，定位可以进女厕哦，真的。我现在要去一楼，好。而且据说这款游戏目前是重制版，哎，它早期的画质好像不是这样。然后它为了让画质更优啊，它直接做重制版，然后把原本的版本给在 Steam 上下架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之前买的不就给衰？还好我是直接买重制版了，因为它原版也不能买啦。好，我不要来这里，等下要中毒。巴西才会来这个地方。手电筒照一下好了，哎呀，人体模型在那边，吓死了！哇，这样真的超清楚的，我说真的，好清楚。靠北，有声音。看他在保健室徘徊，看死定了。Oh my god， 什么声音？我靠，那边有个，我两边都有。等一下。我看到那颗蛋在下面，有没有？照一下 ，Hello， 该不会被发现吧？好像没事。哦，这个声音不要，买安眠好不好？我到了，保健室，我来，那先躲一下。他为什么不做成更新就好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他的做法就是把原本的砍掉啊，原本的下架，然后出一个重置版出来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好哦，应该是没事了，而且感觉好像有人在这里的样子。我听到呼吸器了，一张便条纸，奇怪的拜访预约。你好，亲爱的，最近好吧，没什么事吧？最近好吧，没什么事吧？他没有逗点，你知道吗？今晚想见你一面，到那边的办公室去吧。别忘了，让学生们五点后都离开。今晚我们要谈的内容是关于亲爱的你的现身和怎么说呢？啊，和关于工资等各方面的问题。嘿嘿，很期待吧？不知道谁写的。这种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类似要做一些啊。色色的事情的那种感觉，哎呦！我靠！怎么突然就这样子出现了？哦，理事长的钥匙卡，太棒了！没什么东西能看见，这可以拉开吗？哎，他死了！他到底有没有死啊？哎，这怎么可以？这能不能拉开啊？我想看一下，哎，急救箱，哎，好棒哦！能加血又可以止血又可以解中毒。
好屌哦！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可以拿去救了。哇，已经满了，把水喝掉啊！我觉得这里面最没用的就是水了。找到一个绷带，这到底可不可以打开啊？把它拉一拉一下就知道里面有谁啦。刚趴在那里是谁？就是有点类似像是陷阱啊，一个陷阱。然后过了之后它就会消失了，就跟那个地上会爆炸的那个触手球差不多。哦，拿到解毒药了。日记本，10月21日，今天也收到了短信，虽然和他说不要再继续了，可是他并不听。他依然很固执的要继续以这样的方式，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。最开始很幸福，他用钱和稳定的职位作为这个游戏的代价，我成为了他需要的玩具。但是后来我后悔了，偷吃了禁果的我被赶到了缅甸园里，这个事实绝对不能被别人知道。啊，就是男的一直想要狗狗迪，女的后悔了。他特别喜欢在这里和我见面，就是约在这个保健室。可是这里的治疗学生，这里是治疗学生的地方，不是酒店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做了这种错误的选择。所以说，在这里面的应该是保健室老师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赶快去救我们的米娜小姐。那我们现在想办法回去。算了，我听到声音，然后那边有一颗炸弹球。过啊！哦呦哦呦，他一下就消失了，太好太好。还有一颗啊，干什么东西？滚哦！我要注意看一下地板，好危险哦！被弄到就中毒了，我觉得很烦。还好我们有刚拿到一罐解毒剂啊，所以说应该是还有个扣打，不成什么问题啊。在上面，等一下我们再去理事长那个地方。我们先回去救美娜。好，我们到了这里又可以休息了，太棒了！耶、yeah, ，出档 ，safe。安安你好，烂鬼。哎呀，安安。等我一下啊。我怎么刚才觉得有点小？哦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觉得自己头像太小了，在依稀的部分，好，我们下去就好了，这么简单。我来了，米娜，他还在吗？还在。不使用急救箱。首先把需要的都拿上啊，使用急救箱好了。谢谢你，英豪，现在好些了。你真的好些了吗？鞋子住了吗？谢谢，好像可以动了，还是你最好。呵呵，我们是朋友，这是应该的。现在可以从里面出去了，英豪，你对我来说比朋友更重要，真的。你别太硬挺了，这个不是缠一个绷带就可以马上好的。啊，现在变得自由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哇！浪费我医药箱，大哥，你欺骗我的感情。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太善良了，以后我要使坏一下。你把我医药箱给这样子拿走了，然后就这样消失了，你这样对吗？太过分了，我感到非常的不悦，我要去教室看一下。我的教室在二楼嘛，对不对？水瓶，又是水瓶，怎么可以有这么的水瓶，这么多的水瓶呢、啊？这种东西都超级没用的、欸。500元韩币。好，走，我们教室到了。我找到你了 ，Hello。你让你在这里啊，找你好长一段时间了。你果然很勇敢到这里来了。
我为了找你都把学校翻过来了，你这样说我很感动，需要我夸夸你吗？你看这我想什么？这里还有一个成绩表，不是我的成绩表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边有两个选项，我直接选 B 好了。虽然不知道是谁的，反正我找到了这个东西。你要说谎也相当点啊，不过也是我能理解，你都看到了这个成绩，也没看到你自己的名字。嗯，这个什么？你找到什么？成绩简直差到极点。三小不行啦、啊。啊，我是不能考试考很烂吗？瞧不起我、哦？哎呦，会不会挡到？是不是？好喔、哦，我刚才是这样，哎、欸，这样好多了啊。这些科目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？等等，你也不知道吗？不是你让我来找来的吗？我之前是让你去找，把你带到什么东西啊？让你去找，啊，逗点。把你带到这里来的某个东西，但是看来你好像不是这里的管理者，应该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媒介在这个学校里面。这个学校建筑物都有哪些呢？体育馆也有，学校游泳馆也有，嗯，本馆附近新馆的维修工程结束后能使用的。现在维修工程进行的地方是新馆吗？那里。美术教室，感觉新馆那里会有什么，所以我们要去新馆。啊，还有在对这个三个科目进行调查，这个成绩肯定有什么线索。他会不会是类似，就是这个女生会不会就是魔法少女？有没有巫女？她感受到这里有灵动的能力，她来这边斩妖除魔，然后同时又是一个学生的身份。感觉啦，我随便讲的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能告诉我这里和现实不一样的地方，啊，他现在只能告诉我这些，是很多人的思想构成的，且可以产生实际影响的地方。哦，所以说这里算是个人创造的空间，是这样吗？哦，不可能对你的问题给一一解释，好吧？我只是这里的巡视员而已，一点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的本身已经变得越来越强。我不是为了保护你才来这里的，我自己的时间也很紧迫。再说一次，想要从这里逃出去的话，你要找到的是什么东西？把你带到这里来的，什么东西把我带到这里来啊？啊，就睡觉我就来啦。最后再说一次，新馆肯定有什么。好吧，他不鸟我，算了。不过这里应该也算是安全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待会先去理事长那个地方好了，理事长那边没看过，然后再接着去新馆，非常好。哇！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 ？Oh no！ 啊！哎、欸，有包包哎、欸，好爽。Oh my god！ 这没问题吗？这个家伙？这是恶心！哇，搞成这个样子啊！他是上厕所上到坏掉，是不是？睡哦，睡哦，好像有点眼熟，不是我美术老师吗？在画这什么东西啊？美术室在新宿管理，这样的话记录就可以新馆的密码，耶、yeah! ！这是美术老师和音乐老师的对话。校长说要花时间放在高考上，那么要减少艺术的科目。哦，哦，你们有没有这种，就是为了要冲那个模拟考或者是期末考，啊，电脑课取消，拿来当补，拿来恶补。运动那个体育课也取消，拿来恶补。哦，这是很常见的事情。我们听到脚步声。好，快死定了！尽管把乐器都放在这边了，地下仓库。快递箱子上贴上了，完了，看！等，这脚步声在外面，完了，他从哪里出来？这家伙要从哪里进来？快死定了，这里没有地方可以躲啊！我要出去，
往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出去看一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光听脚步声我就觉得好恐怖，我的天啊！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躲。校长室这边可以躲。我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。哇，又多了新的地方，我们去地下仓库好了。左边停车场不能出去。停车场地下一楼，我们有密码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哎，胖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哎，胖子，呜，嗯，这里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这个到底是哪里？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没看到我很忙吗？怎么每一个人都说他很忙啊？到底是有什么可以忙啊？我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说他很忙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这和你无关啊！他找不到他的 R20，非常的紧张。和我无关？你疯了是吧？我就这样发呆看着四好，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四好好像不太正常，一直在找着什么东西。教室到哪里去了？拜托，只差一点点的拜托，他到底要干嘛？哎呦，你不是已经服从于我了吗？滚开，恶灵！哎呦，时机已到了。啊，你是麦卡利吗？哇，四好被带走了。打扰了，抱歉。我可以跟你讲话吗？你会不会攻击我？哦，可以存档啊！哎呀，先存再说好了。先存，先存，先存。嗨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我可以跟他讲话、欸。哎，哦，他被附身了。我迟早会被你的声音吓死。这个大家都一致认同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就也不多做什么说明了、啊。这家伙是阴影。志豪是你吗？不好意思了，你的朋友现在开始没有了。这个现在是我的了，终于到手了我的肉体。好，到手的肉体就是他附身在他身上啊，他已经不是原本的他了、啊。那个追赶我的鬼神现在通过志豪的身体和我说话。欸，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是啊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然后阴影自己在自问自答。对了，我只是要个肉体而已，现在得到了，除此之外没了。你是说鬼神？那四豪怎么样了？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啊，他现在问我，我才不管这个，快把四豪还回来！这是个没礼貌的人，也是连邀请函都没有就直接进来的人，怎么可能有礼貌呢？最近的孩子们真是的。现在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你就使劲的逃跑看看吧，在影子找到你附身之前，啊，等下他是来追我是不是？我都说了不该是你提问的，你突然跑来，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意思，不过现在你已经没有什么任何意思了，所以我现在要送你出去的时候，你就乖乖地走，我要好好的吃饭。哦，东西，反正就这样了，你这个猪头一样不会忘记死魂的演奏。阿小，现在有个事情需要你去做，你要帮我的话，我就把你从意识的世界里重新送回到现实的世界里。如果你做得好的话，这个家伙我也放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好的事情啊？这个笨蛋家伙竟然丢了纸笛，刚刚一直在四楼的男厕所周围打转，他为了一个纸笛，然后紧张成这个样子，估计是应该掉在那里了啊。不过你要是拒绝或者是透露给别人的话，不仅你，就连你的朋友也救不了了。哇，欸，他不会攻击我，太好了。死魂的纸底，死魂的纸底，感觉没那么恐怖欸，就是被追的时候恐怖而已啊，其实就还好啦，这么认为啊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去哪？靠北那么远哦。四楼的厕所是吧？那个游戏还有支线任务这样子，这么远。啊，这是个方向。这边应该是没什么大碍啊。剩余的读书房，听到声音了哦。
三楼。哎、欸，这还没开，还没开过，我开一下好了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。倒挂一下物资好了。好，那这边又可以存档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目前是非常的安全。没有东西。哎呦，阿力哥几像啊 ？Hello， 英豪。看起来很傻的样子，好像是很奇怪的前辈。先不要和他说话好了。啊，这边的人都怪怪的，应该已经不是人，都是鬼怪啦，通通都是鬼怪啦，我觉得这里。在外面啊！我的，呜呼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绕圈圈游戏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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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，哦，好险！可以这么冷静跟鬼聊天，如果是我直接昏倒。邦州公园哪时候啊？啊，又还没有开放，它只开放在电玩展那一天呐、啊，讲的好像已经发售了一样。啊，还没啦，不要急啊。哎、欸，刚回来，你好。后面会很变态，真的假的？他应该是没有追我了。这里有东西，日记本，是四豪的字迹、嗯。怎么不见了？他说是四豪的字迹就不见了。管理影子。每次安抚控制他真的很重要，要不然我早就已经丧命黄泉了。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？每天要红色意识区域，按照着乐谱吹笛子，而且其中一个地方味道真心令人头痛。最重要的是麻烦，好像要安抚那些恶灵，好像要吹口哨、吹笛子，是怎样？夺他的刀再推倒他，有那么容易吗？用一下好，把他吸引过来。噔噔，他从哪里出现呢？哎、欸，他没有出来啊！啊，干老师、欸，哎，你吓死我啦！我要重新毒打。这叫做不作死就不会死，我的手贱。哎呦呀，好险！还好我反应够快，不是这一个。哎、欸，在下面找到了，这不是直敌吗？哦，就是这个啦，墙壁上面这个直敌啊，我们多收集一点。喂、哎，才被炸到。存个档，存个档，这必须要存档了。我说真的，哎、欸，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我来过吗？啊，这是那个啦，我知道这是哪里了，可是这里没有可以躲的，靠腰。点击红色星星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密，这个是解谜哦。程序关掉了，我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跟我的笔记有什么关系吗？黄色的。往下，耶！随便解开了，太好了。那个门对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哎、欸，就知道会有这种地方。看到这个萤幕，影像读出器，看得头皮发麻。再加上 CCTV 画面，所有文章，理事长做出的这种东西来监视学校一举一动，连女厕也是要许我。说这理事长是变态是吧？新闻头条，哦，堆满了录音带，用跑的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先跑先赢，先跑先赢，要到了，你会放四好吗？我把纸笛缓缓递给了他，那几秒，我的脑海里一直在想，他这双诡异的手会不会抓住撕个粉碎？用这个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家伙变成我的傀儡了，啊？这样的话，
你这个家伙对我来说就没有用处了，你就安静的死去吧！哇，给他搞死自己！等等，这和约定的不一样啊！哇，我面对这个靠我越来越近的家伙，一点抵抗力都没有。不过幸好好像有某种力量使得我一直往后退。啊，主角光环的力量！这是奇怪的家伙，为什么我触碰不到你？你这个家伙是有什么秘密？不过等我的手下来收拾你的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说他要走了，消失了，所以说根本就是我多虑了嘛，只要拿一节就好了，跟八七一样，我果然是八七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， 终于可以过来了，500元韩币。哇！我现在突然有那么多钱，感觉这只是个支线任务呢。一张便条纸。生锈的笛子是打开另一个微世界，微世界的钥匙。跟学校历史密切相关的无数鬼神和传闻都跟这个笛子有相关性。可以说，它充分的具备走进现实世界的魔力。据说。根据不同的音阶进行演奏的话，可以掌控另一个微世界。哦，有趣的笛子是吧？音乐老师笔记，新管的东西。哦，新管的密码，耶、yeah! ！我们有密码了，该不至于吧？下去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耶、yeah!Yabby！ 哇，到了新的地方，影音中心，赞哦！到了新馆了，哇靠，这里也蛮恐怖的吧？一年级、二年级的教室，五楼里面，五楼里应该有图书馆和艺术教室。房屋改造了后，这里都变了啊！这里有地图，在上面。要先过去嘛？哎呦，奇怪，这个不是那个吗？那个8+9嘛，他的脸怎么变这个样子啊？那个是什么？不可能，鸣笛的声音，这家伙听不到我说话吗？你好，就这样就不能这样过去吗？我去楼上有点事情。啊，是吗？你讨厌我吗？看你的表情，讨厌我倒不行。今天早上好像也听到类似的话。哟。泰哥，嗨，你好。这家伙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吗？你见过那个鬼神一大早就在叫救护车的吗？你觉得这种东西鬼神会知道吗？等等，你是说早上发生的事情吗 ？B 班被带走的那个家伙？哈哈哈，是的，是我说的。但是你不要误会啊，听说那个家伙不想住在这里，所以我就帮他了一下。所以说那个人是他杀的，真的假的？哇，操！你是不是也不想活了？他出现了，亲爱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米娜突然现身欸，我就知道会这样，你也就在我这边装装善良，在背后不知道敲诈其他同学多少钱，就连我的朋友也离我越来越远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等等，亲爱的，这些都是误会，我真的改了。啊，我和英豪之间就是朋友。屁啦，刚刚那么凶，不屁哦。到底谁会这样随便对待自己的朋友啊？你怎么可以问朋友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啊，被他听到了。不行啊，美娜，我错了。啊，你就这样过你的生活吧，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我要走了，消失了。还有成绩表也可以修改。社会学科的分数往上提高了，看一下，不明觉厉，这里可以躲。哎呀，这些东西好恶心哦，塞满了柜子哎。触手 play， 运动型薯片。对啊，这种触手 play 啊。总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正眼正视看着这种触手，
啊，都是会想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我就不多说是什么了。好吧，恢复体力，耶，终于回满了，爽。用的东西，耶，存档，终于啊！哇，感谢我们的阿幽灵成为新的赞助者，阿里嘎多哟，太棒了！吓死俺了！突然特效跳出来，又来个鬼，是怎样？啊，阿幽灵，你是不是预谋串好的，想要利用这个时候吓我？也太刚好了吧！快跑快跑，先捡东西再说。好，哎呦，呵呵啊啊啊！这里怎么这样子？快点快点 ！Oh my god！Hello！Oh my！Holy shit！Ho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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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it！ 我死！我死！啊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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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很会很会很会！快跑快跑快跑！跑超快的、啊、这家伙，剑走专家是吧？再来，对！靠，我剩一滴血啊，死定了！哎、欸，哇，他感觉好像鬼豪哦。哦，是好鬼啦，不是鬼好，快打旋风的好鬼啊！刚那个动作很像。赞助者哦，对啊，就是会有那个头贴啊，每个月支付75块台币这样子。啊，感谢感谢。你两个月前。哎、欸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难怪我一直找不到路。哎呦，笛子那个哎、欸。又有了各种笛子哎，500块。原来在这里面啦！我的天啊，卡这么久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？要从菊花从菊花进去这样子，从菊花没有能用的东西。哎呀，我们要出来，我先把这边全部看完。哇哇哇哇！什么声音？刚刚是地上爆了什么东西吗？刚刚这边有个发亮的东西嘛，解一下。管理员笔记。叫太换，那是念太嘛，对不对？五楼媒体教室、哦，我们有卡了，媒体卡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这边哪里可以存档啊？500元韩币，不要突然出现哦！跟你讲真的哦，你不要突然出现砍我，我就会揍人哦。可以先暂停，好险！多少？6000多，差不多吧。通通不能用。就是一个绕个一圈这样子。我觉得他这么多门就是要故意害你被砍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到脚步声了。Hello！ 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快点！哪里可以躲？不能！哈哈哈哈！先跑先引。哦，有，先跑先引了。啊，这里没路，躲哪里？我要没体力了，我说，靠腰啊！不要！呜！我操！
啊，被砍到了，我要死掉了！厕所，厕所，厕所，厕所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！拿一件，拿一件，拿一件，这件，这件，这件。哦，那你好不？没事呀，没有补血的、啊。他直接跟我要签名哦，那就直接跟我讲就好了嘛，不要拿着武器追着我啊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我很困扰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你要签名直接跟我说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子，我受不了啊，我承受不起啊，我再被砍一下我就要归西啦。够了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哇哇哇！你们可以躲地方！哇！他从那边现身过来砍我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我东西不是都重来了？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嘛！我刚刚捡很多钱呢、欸。哥刚刚捡很多 Coco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唔汤哦，唔汤唔汤，没关系，再走，反正我已经知道路了。算了，就当做捐出去吧。我这边找到500块。应该是。咖啡饮料，这里。五六，吓我一跳！我天哪、啊！没东西。啊干！不要这样啊！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他这个版本的速度超快的啊！一直被追就跑啦、啊，我是被尸体压死哦！滚，不要再来了！他的动作真好好笑，超级像鬼，超级像好鬼的、欸。还会追很久，好，所以说你有玩过就对了。好的，跑一段时间，加减喝。感觉他拉在前面，靠药，我要被尸体压死了。哦吼，好家在，哇，这边好像好多女性尸体哦。为什么啊？这么多女性尸体是怎样？超会跑的、欸，你有看过穿着一个高跟鞋，然后可以跑这么快的，也不简单啊。啊，跑到一半，那个脚就已经。哦，车了，他还可以这样拐，感觉好恐怖。你可以玩一下，玩看看嘛，好不好？绷带留一两个，没关系啊，满了我再把它丢掉就好了。反正就是把它填满满嘛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能出去了？哎、欸，我不能出去啦！哎、欸，我不能出去啦 ，bug 哦，怎样？我是被冻在里面了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不能出去啦，
欸，我好不容易躲到这边来了，你现在给我看这个，你妈什么情形？可以开包包，然后不能出去，你在给我整笑吗？被冰死了，好烦啊！重新读档，游戏做的实在太棒了、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还能说啥？重走，重走，没差、啊，反正我们知道怎么走了，快一点就好了，比快了。Quickly， 看我健步如飞的样子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边东西不能拿啦、啊？是我错觉吗？没关系啊，应该是这个。嘿，抓我，门都没有。有了有了，拿了就走了，不管了。然后再往右边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左边，往左边走。哎，大哥，重来。轻轨，我觉得他还比轻轨好看多啦。轻轨那种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中了辐射污染的那种怪物。我觉得中辐射污染啦、啊。跑跑跑，向前跑，跑过头了。对，要刻一罐。哎、欸，我没有了，算了。然后爆掉。唔汤，哦，厕所，快点，好，这个地方一定会触发啦，必定触发，了解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不要演了。快点回去吧，你的便当在等你啊！现在还有轻轨三哦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我给他签名照，我还是会被他砍死、欸，还是算了吧。做什么都没办法平息他的怒气吧。好，有开灯就还好一点了。可以，该不会压到我吧？我终于可以很安然的来这个地方慢慢探索了。终于啊！先把一些不要丢掉好了，防万一。没东西，不是还有一个尸体掉下来吗？是哪一个尸体会掉下来啊？哦，拿到解毒药，太棒了！出来了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我觉得我应该来错地方了、欸。什么声音？写粉笔的声音。哦，可以存档，太好了！哦，终于啊，经历千辛万苦。我靠！浮空在空中的桌子，这样也可以哦。晚上睡得着吗？其实还行啊，我觉得不至于到睡不着吧。觉得我可以接受这种恐怖的成分啊。我要收起来。
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到上面啊？该不会在厕所？会不会又是利用厕所异次元空间转换？打不开。哎，真的嘞！哇塞，还真的嘞！爱神啦、啊！爱神啦、啊！我不想的预感，呀，直直冲就对了。Oh my god！ Hello！ 哦呦呦呦呦呦！不要碰那么大声嘛，怕怕的。掉下来的声音是不是？搞得我肚子都饿了。水瓶，有一个水瓶。能跑一段时间，我应该先灌一个，还是先喝水瓶？那是即时回复，没用啊。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应该会被追啊！啊，我就不多说啦。哎呦，开了哦！终于，我们到了视听教室了。这里好安静哦，我不祥的预感。没有能用的东西。嗯？好妖哦！哎呀，这眼睛好恐怖哦，看人小。获得了一条便条纸，阻止恶魔。哦，正太换他说：“这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人，好像被什么恶魔鬼神附身了，快点阻止他。”好像很久以前了的，是西。辨析式录影机里的 DV 带写的秘密，该不会是太换的吧 ？DV 带的影像要是能看得到，到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里没有可以播放的东西，到哪里才可以播放磁带呢？没关系，我们先拿起来，拿了再说。哦，你不要再吓我了哦。我也觉得音乐很恐怖，对，音乐很恐怖。我磁带去哪边可以开啊？有什么相关的吗？哪里可以播放磁带啊？哪里可以播放磁带？哎，可以下去了。是怎么穿过来的、啊？美术教室搞不好有哦。哎，这里是直接到这边来哦。算了，不管了，走就对了。好安静哦，是在安静个什么瓜？你不要这么安静吗？哦，有声音，有声音了。便条纸一张。最近有不少学生对于自习课上传的声音，的音乐表示不满，觉得太吵了，是不是？李叔，李英叔，我们的校长。就是便条纸，打蜡是打猎还是打蜡？打猎吧。我从口袋里面掏出笛子，那女孩仿佛瞬间变得慌乱。其实我已经知道怎么使用它了。感觉有人要来了，我都感觉有人要来了。厕所放映是真的假的啊？厕所可以放映？哟，干什么东西？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。好哦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。
开异次元空间，又把我传到这边来了。怎么搞的？我肚子好饿，好想吃东西啊！学生会议室嘛，学生会议室可能可以播放，我去那个地方好了。不要抓我哦！哎呦呀，我每次都被这声音吓到，我天哪！不是这个，这个是那个吸引他们进来的那个声响，该不是、啊？没有，不过这里可以存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存档，太好了。不能播。这个是吸引敌人过来的那个啦，吸引那个拿斧头的那个的噪音啦，这个并不是拿来播放的吧？可以播吗？我都存档了。对啊。罗迪来说唱了，老师就暴冲过来了吧？或许吧。恐怖后宫。有人说是理事长办公室，他来了，干干，慢来慢来慢来，我被照，理事长办公室对不对？啊，好好，我们去理事长办公室。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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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话好说嘛，好不好？啊，既然啊，可以了，好好乖乖乖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，别再追别再追了，理事长要回头哎、欸。好，我们就回头吧。回头，回头，永远不回头。我天有多高？啊，下来就上不去了，那我怎么办？要靠虚空顺动顺过去这样子吗？啊，你过来！还有两间厕所，这间呢？这间是我们之前的嘛？另外一间是可以到哪里的？你跑到这边来啊？是走回头路啊？开台很久了，好吧，不然我们今天先开到这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已经播够久了、啊，应该够我剪一段时间了，好不好？已经11点了，我也玩的有点累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先到这里啊，明天看有没有机会继续播吧。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也累了，谢谢啊，感谢啊，感谢今天的赞助者啊，阿幽灵。然后还有，今天有人抖内吗？好像没有哦，那就不用感谢。好啦，各位晚安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好，我们有机会再继续播这款游戏吧。晚安晚安，早点睡，拜拜。